为无你讲讲无，我出国毋是拢会当出去，你拢摕中华民国的 passport 嘛，护照嘛。啊，你摕中华民国 passport， 重点是出境外国，有人甲你承认无？我甲你讲，你摕护照，你来看一下，迄是叫参考用的。伊根本无甲你承认你这个国家啦，你听无？你参考你来我遮，我来观光嘛，啊，要观光，啊，我就知影讲啊，你有这个假的物件，哦啊，所以，迄就是迄个叫做食的东西嘛，哦，食的东西，所以咱拢无感觉，吼、哦，无感觉咱是移民，伫这个被移民吼，被移民，啊，咱去外国，咱唔知影咱的身份，啊，咱以为就是安尼。我会记你较早上早期的时候，我去香港的时候，啊，咱台湾人来，我来，所有的人，人个外国人吼，遐阿伯也好吼，人伊咧通关拢足紧的，啊，伊咧开的门吼足济，啊，台湾人拜一拜，哦，去香港啊，哦，拜一拜，啊，拜了等等等等啊，哦，迄当时咱就拢受到不平衡的这个舆论，因为咱无国家，啊，咱来唔知影嘛，哦，所以美国的模糊政策，伫这个。以前台湾人模糊政策有暂时只有是安尼，其实咱在要过一点嘛是歹过，你讲咱什么呢？模糊政策原来因美国是一个法治的国家，什么叫法治？人治跟法治才对。阿强啊，有法律无？有。阿你讲啊，但是咱讲阿强是人治呢，阿伊嘛法律呢？哦，阿咱讲美国讲法治。美国跟我第一个国家，美国法治对吧？哦，像日本的所有，迄拢是法治的，法治的国家。德国嘛是法治的国家，但是来讲到北韩，人治，啊，北韩有法律无？我唔知影。但讲到中国，人治，因为伊嘛法律啦，伊嘛用法律咧判人的，判人的罪啊。好，啊，无咱讲台湾，台湾是法治啊，人治。啥啥吼？咱台湾是个人治，啊，人治，嗯，啊，法院是开迄道嘛，人治，对无？伊开这个法院是要来治理台湾人，所以叫人治嘛。啊，他们讲了算，所以你也不敢来讲。中国人那贪污一味，啊，拢轻身放缓了，都等去啊，嘿，有无？啊，若台湾人，啊，你食一撮钱一味，啊，就该关到死。哦，就是安尼嘛，啊，这个人治嘛，因为你的法律是假，所以不是依法治理，哦，你是用人，啊，迄人阵，有人主张讲，啊，陈水扁伊迄什么啊，做伊迄什么叫贪污，啊，若中华民国伊迄个罪名就无成立，啊，若是台湾人罪名就成立，所以这是法治是管台湾人用的，叫人治，哦，对无？你若讲公平正义，大家拢共款。叫法治，但是若敢若管台湾叫做人治。好，即摆伫这个时阵出现一个问题，美国伊知影，啊台湾人即摆足无命啊，啊我甲政权还互恁，恁好无？我把政权还给你台湾人，可不可以？真好嘛，咱嘛足爱对嘛吼。但是台湾是我占领，啊我会当。以法律上，我会当行法律。啊，恁台湾人拢无人出声，恁敢有人出声？有人甲美国讲，你爱行完安尼，啊要怎行？你安怎甲法，安怎法拢无效？我会记得当时必须要讲，讲伊去这个美国的这个叫做《纽》这个《Time》吼，《时代》杂志吼，伊去读，哦，啊结果因美国的官员讲伊讲吼，你免烦恼啦，三天了就无声音啦。为啥物？你刚刚去那个登报，那个叫什么？登报叫声明，对吧？叫声明，就是刚刚马英九想你讲开罗会议哦，主张这个日本偷渡中国的领土要还给中华民国，好不好？那叫主张。咱台湾人伫这几十年来，拢刚刚有主张讲台湾是咱台湾人的，啊，咱台湾要独立，听得无？有人去甲告无？无嘛，因为美国是法治的国家，你若要甲摕这土地，你要伫法律上徛条，啊法律上徛条，你甲谁讲无效叫主张，你都要亲自去甲告，哦，亲自去告。啊，你去告美国，你要相当了解国际法，
啊，中华民国为着我互你了解国际法，所以这七十年来，伊着我互你教国际法，所以咱拢搞不清楚，免得讲，这个土地明明知咱的，啊，免得讲提上来，咱都唔知要怎做，啊，无人要甲咱教。哦，啊，伊家的律师长，伊来研究这个台湾的地位，哦，研究这个国际法了，才啊，原来台湾是美军占领中。那就对了哈，所以美军占领中是依照什么？依照什么来看？法律嘛，就是咱和平条约嘛，这叫法律嘛。你别讲美军有占台无占台嘛，按哪来看？依就是和平条约来看嘛。啊，这和平条约就是法律嘛，安尼对无？哦，所以咱只要要爱甲台湾这土地要提倒转来，咱嘛爱依法行事。依法行事就是我来控告美国政府，这个依法行事对吧？啊，依法行事你甲告的先，因为法院哦，当然你一开始要告，因美国的会告我们讲，这都是政治啦，这个政治主张啦，请你撤案啦。哦，啊，迄个时阵呢，啊，秘书长伊都因算这个团体有真巧，伊就甲告人权，告人权，啊，要求伊解释，要求他解释就是那个民条约，哦，啊，所以你才有效。啊，即来用头壳，哦，啊去结构，哦，即就是咱即个为什么咱要咱甲即个台湾即个土地套转来，你一定爱徛出，今仔你叫大家来，咱即卖会当讲差不多，即个时阵啊，我甲各位讲吼，恁可能即个刚有看到吼，看到台北有声的影片放出来吼，有啦吼，来，一迄间东森新闻部俩，东森新闻部俩，你知影我当我直接参与。我咧足期待，我哦，啊，即今日遮大阵人，啊，明仔载报纸是刊登咧，哦，我咧足好诶，你知影？结果诶时喏，甲第二天就开始失望，都甲东森新闻报咧，啊，东森新闻讲十一点要报尾，我讲头壳两点啊，几点？啊，讲五点要报，我头壳足晚诶，你知吼？啊，迄我拢无看着，啊，所以但是想想诶，啊，咱用遮侪气力，啊，咱开足侪钱，结果，迄个媒体拢无报，啊，结果是咱毋捌。我那唔知影，啊，甲昨个即个苹果，啊，苹果的电子报报印出来，连做老天，啊，佮做老天，佮大行拢照事实讲，拢无甲咱打压的意思。这就是开始解读，因为咱用法律，咱去控告美国之后呢，美国已经开始承认台湾民政府，他开始在执行一个台湾反华的步骤，所以这个时阵，他们计价，因就开始感觉讲，诶，即摆爱照实做。哦，这是法律的力量，就是法治啦，吼、哦，法治的力量。所以呢，台湾这所在，法律一定会站在我们这边。咱这个心都要团结，哦，咱大家团结起来。咱来遮来这个初级班，了过来一个高级班。你也当讲对台湾法，你就诶，这个、国际法律呢了解足济，你就会当下定决心，绝对可以啊，未来台湾可以啊，在这么一个法，在这个法律吼。哦啊之下，咱会当恢复咱的这国际地位吼、哦，这就是咱伫台湾民政府咱这打拼，拢是因为台湾国际地位吼、哦，我们从法律角度，阮才有这个困难吼。啊，无你像你讲去游行啊，跳票啊，这一个不少钱吼。啊，昨开始就这个苹果的这个电子报，过来足济报纸、足济媒体也看到哦，啊你。这里啊，做苹果日报、苹果这个电子报，伊都敢听啊，我嘛敢听啊，啊，伊嘛敢听啊，这个时候开始产生一个很大的效应，吼、哦，安尼大家知影无？啊，咱六分钟，大家过来上课吼。休息十分钟吼。
Yeah.
有武器啦吼，这有车啦吼，但是你要怎样讲，我也是习惯的。你不
其实吼，咱今日要行的这个，咱用来甲美国控这个控告吼，都、就是希望无爱武力冲突。嘿，咱要行法律嘞，吼、哦，两个人自己干，咱为着一个土地在坐拢无效啦，啊，咱自己干要收黄金收嘛无效啦，啊，就来行法律嘞，安尼啦。法律判落来，你已经也是判嘛，哦，啊，过来你也搁搁你也搁唔惊，你也搁要讲武力嘞，还搁有搁较大武力底下来你压嘞。哦，你袂当讲随便你要用武力就武力，即摆台湾就是安尼啦。法律咱已经赢，过来你讲中华民国敢袂反？啊，伊都无武力，伊毋是无武力，伊个武力即摆是由美国管制条例啦。哦，啊，即管制条例有足侪，你若即个上完高级班的时吼，也是你有机会，咱来上几堂课，你就去，咱去讲足侪啦。迄是足明显，但是咱毋知影看报纸，拢袂准。所以阿平你来遮有一项，等于毋好看报纸就相信。报纸吼，甲一拍拢假，咱看到了拢假了吼。等下后生看有一挂资料看到吼，来，所以咱即摆要互咱个台湾恢复地位，咱来去，而且国际化，哇，依国际化，依国际化，即个新台币了，即拢是国际化嘛。哦，啊，国际化内底写到足清楚个，基本上就甲放弃，放弃叫做管理权，即、這个土地我个啊，啊，我都着你遮尔，我着由你管理。哦，啊，老百姓你要怎管理，我都无话讲啊，我都无法度，我都放弃啊，吼。啊，甲主权的权利，伊若放弃主权的权利，就是讲，啥物叫主权的权利？即叫主权。啊，主权的权利，就是请求主权的权利，就是，即吼即主权。啊，主权就保护主权的权利，哦，就是主权权利啦，保护主权的啦。啊，你即从即保护主权嘛放弃，过来请求权，请求权就是高位。啊，你嘛袂使讲话，哦，即放弃一个哒哒哒，即就是美国到目前为止甲台湾关掉的，就是即个旧金山和平条约。到目前为止，因为安尼，咱拢无法度伊，那他没有办法。看一下，我再看就知道。好，来，即就是即个一九四五年十月二五。迄个时阵吼，即个国家吼，有四个国家伫台湾，即叫做啥？叫做盟军吼接收台湾啦，吼十月二五。啊，但是只是四个国家来讲接收，但是吼，中华民国讲出来，我变讲台湾国吼，吼是迄个时阵变来咧。啊，但是若以迄个时阵的法律来甲看，即就是盟军占领中啦，绝对毋是中华民国一个来遮甲咱占的啦。吼，啊，即就是法律。咱今仔是要甲这个历史的法律，过去美国人啊，伊都认为讲台湾人足强，台湾人拢无法度家己去徛起来。啊，原来吼，咱就是无人会当徛起来甲过啦。啊，要来知吼，咱若伫三十年前、五十年前就开始甲过这条路啊，都免拖到即马安尼啦。吼，啊，但是伊都中华民国伊都知影吼，伊就是国际法你无甲你教，吼你无了解国际法，所有的外交官拢是中国人，外交官都绝对袂用台湾人。因為你若有台灣人，你就開始去探討這個國際法。啊，你來講哦，我原來台灣啊，都是美國佔領中，會要甲討啊。哦，啊，因為伊就是安尼，咱才無法度甲討嘛。哦，咱只能互伊教落去啊。哦，來，所以台灣的大面危機就是講，你今日來遮，你要足清楚，咱的危機是啥物所在，咱愛足清楚，咱袂使講無清楚嘞，吼。如果你再不清楚的話，我告訴你，你講啥物人管攏共款，等下你看你就知影吼，這啥物件。哎、欸，哦，你做哪样？
真枯燥啦。其实咱台湾，台湾日本嘛拢叫真枯燥抗掉的。但是我甲你讲哦，日本因为咱台湾吼，敢若袂输因的赔，这个日本摕来个赔偿品啦。啊，日本当年麦克阿瑟改变做一个新的国家，用新的宪法，新的宪法就变做一个新的国家。啊，但是伊嘛是真枯燥甲抗掉的，甲台湾同款。但是提早叫会很快，哦，伫这个九月，这个九月十九，因为安保法通过，都是甲安保法通过，就是甲这个很快安尼意思啦，哦，来迄另车有时间再搁讲下来看卖。所以，因为这政府都看掉，咱拢唔知影，哦，因为咱唔知影要哪操作，啊，咱想讲，啊，咱就先生安尼，咱本来是要很管啦，哦，拢有迄个。迄个叫做迄个心态了，对吼？你甲看吼，这拢是操弄政治啦吼，哎，哦，假历史啦吼，假历史啊，咱假啦，哦，欺骗啦，规拢假啦吼，操弄选举，啊，这贿选啦，迄金主国啦吼，豆渣工程啦，即马拢烧钱嘞吼，环境污染、污鬼搬运、空头支票、劣币驱逐良币、纵容非法，这就是咱目前台湾啦。目前台湾是安尼啦，啥物人管有差无？绝对有差嘛！就是你无法度一项一项去解决，用假历史给你，你嘛唔知。哦，你有想讲咱历史就是照人讲安尼嘛吼？假历史，这假历史有严重无？我甲你讲，假历史足严重严重。咱一年缴偌济税金，拢是因为假历史，你着怀疑好，透过哪个说？合法掩护非法。啊，把咱的金钱拢移去，为对一项来看，知影？何事？何事讲？何事讲？你知嘛吼？何事讲？会运转无？多进运转。他说不管。喂，保证不会运转，为什么？迄拢是啊，做迄歹蛋来吃，就会焗起来啊。啊，为什么要焗起？因为我做样啊，我做一个样方看啊，安尼人民才袂麻烦。啊，所以这叫做做，伊叫做，迄当初因通过立法，叫假立法，通过时阵，民进党安怎讲？这是叫做前坑法案，就是你落钱的所在，啊，你钱落的是你下面该偷走的，钱落的下面该偷走的，啊，迄工程拢作假，哦，拢作假，所以后边有清楚无？清楚，所以甲冻起来，啊，即马后边一路人命，佫继续，啊，继续吼，就立法继续生效，叫假立法嘛。啊！这立法不是为着要起好事，哦，是为着要乌钱用的啦，哦，所以好事一定要运转，因为伊拢提足提我看迄资料吼，报纸啊吼，拢迄款无好的迄这个叫做这个叫做这个器材啦，哦，迄种无好的器材吼、哦，所以刚才为这个可能假立法啊，所以操弄这，互恁大家拢爱选举，爱用选举来。因为选举，你选出伊个鼓励去选举哦。哦，世界吼、哦，咱想讲哦，这国家可能嘛真有民主，鼓励咱选举。但是咱大家选举投票率足高嘞，拢超过六成、超过七成的时候，伊甲美国讲，台湾人民拢支持我呢，拢支持我的选举，只好表示支持我的管理啊。啊，所以我就好话继续生存落去啦。吼、哦，所以种选举操弄，啊，伊要哪来选举操弄？提钱来白条卡，啊！结果条卡毋是因的，譬如讲国民党毋是国民党才条卡呢，包括民进党的选举人嘛拢条卡用啊。你若变出来选，哦，啊，我就甲你，互你这个做这个啊，选一票，啊，就互你偌侪钱。民进党也有，国民党也有，啊，大家拢提到足欢喜，所以拢真爱选举，吼、哦，用这个操弄吼、哦，来会选啦，这个免讲啦，迄金主国啦吼，黄金这都李登辉时代来讲吼，豆渣工程拢帮啊灌啦吼，啊不堪使用的吼。环境污染啊！这豆渣工程，我会记你当初可能较早真久啊，十八标吼、哦，开足侪钱的啦。啊，你若换做咱啊，你若唔是用这种啊做，人讲偷，迄款啊做偷吼，迄其实拢用一半钱就有啊。我会记你去年、前年，花博，咱知影吼，花博是做啥物的？嘛是有钱用的。所有工程无一项毋是贪污个用个，花博迄个敢着开遐济钱？伊估计是本来是头前是七十亿，
北港到北西，够人咧就解发咧。哦，啊，伊就是靠啥啦？靠啥？台湾人也袂解反对啊。我头有讲哪边啊？你做变脸啊，做变脸总统吼、啊。啊，当你有时间去用官的时候，有台湾人为牺牲吼。无嘛，我讲主公嘛，因为咱因为阿扁啊，伊阁无做甲主，迄主公的主家拢无人为牺牲啊。啊，所以马英九足清楚台湾人，虽然拢嘴讲念，无人敢站出来，无人真正敢甲伊对撞。哦，所以伊吼伊做放心的。哦，所以你看过去的一寡这些金主国吼，安尼就延续落来，啊，反正有难啦，我甲你讲，这反正有难上恐怖。恁遮逐个啦，我甲你讲，逐家拢是环境污染的帮凶，你嘛是，我嘛是，但是我一定尽量减啦。我若讲环境污染帮凶，恁家的水沟排落来还佫有鱼啊？有鱼啊！我以前细汉的时吼，人去沟顶有迄大鱼啊，有好个大鱼啊。啊，即嘛吼，所排出来拢无，规个拢是叫环境污染。啊，用完了污染，为甚物咱是？这个啊，唔啦，王永庆啦吼，所有的石化咯，伊就拢共款啦。因为伊所生产石油、生产出的物件叫做石油膏，石油膏伫提炼做电线、做塑胶了，所以上尾也无效啊，变啥物变氮化钾。啊，氮化钾还佫有用，摕来控炉，吼、哦，啊，佫一项佫有用。咱拢帮伊处理氮化钾，所以你甲看你去外国足少氮化钾了，莫是假啦，因拢用阿摩托啦，阿摩托了较济啦，氮化钾了较少啦。但为啥物台湾氮化钾了遐济？因为台湾是石化工业，啊，所有的生产的废物就叫石油膏啊，就是沥青啊，就是柏油啊，啊，柏油摕啊，所以去矿炉矿了有顺便安怎？你要甲氮伊堆去，氮无路呢？啊！叫老百姓到处理，安怎处理？哦，拢甲你改做变做你的洗洁剂啦。啊，恁家的洗衫粉啦，恁家的洗衫膏啦，拢是石油做的啦。迄，你甲看，你若等于衫换起来，啊，你著甲浸泡的石油粉，吼、哦，啊，甲泡了两三天，迄衫变做味，非常臭对无？迄拢石油啦。啊，伊为着要互你帮，你帮伊处理，啊，著。伊迄就你石油膏内个人，迄叫界面活性剂。啊，界面活性剂了的时阵哦，你去洗物件就洗起来。啊，但是无形中你帮伊把这个石油嘛，甲处理个胶底落去。所以咱个胶底内底拢叫重金属，重金属污染，啊，伊也无啥用。吼、哦，这就是咱拢是伊个帮凶，重金属污染。啊，嘛，这也阁足济啦吼，像农药个使用啊，这拢足济啦吼，这已经无法度讲啊吼。过来，空头支票啦吼、哦，啊，这个。诶、欸，你比如说纵容非法，啊，佫有甚物法？好，读拄仔讲，咱着讲迄个做啊，进前去啊吼，咱一直拢去互消灭之中，你知影无？白宝石拢一直去互消灭，啊。这叫种族啦吼，咱即讲，甲讲较严重叫种族谋杀。你纵容迄食品商嘛吼，迄个也做啊，因这个，迄个做因进口的油嘛，是黑心油对吧吼？啊，黑心油内底伊进口米啊油、棉籽油，棉籽油会做什么用？食啥个？用个偌济？棉籽油进入来最主要吼。是要进来做饲料用的啦，哦，但是结果精神无食拢上食，拢人食去嘛。啊，为什么袂当进口棉仔油？因为棉仔油食落去的时吼，会好，把咱的子孙啊，会开始会绝嗣啦，啊，会绝嗣啦。因为，哎，对，啊，所以迄个非常严重的，啊，非常严重。为什么？顶下咪讲，我听讲你管理这个部门。啊，伊都知，也是毋知，咱毋知啦。反正伊都无咧管理啦。啊，伊即摆就甲这個食用油吼，摕去南美咱的，摕这个米啊油摕去美，啊做南咱的食用油。嘿，啊食用油吼，咱就每当天咧食，啊对个吼，即摆
即卖少年拢无啥会生，是毋是甲这有关系吼？所以甲看吼，这是毋是咧谋杀，互咱的种族第二用的第二用就无去，吼、哦。啊，当然，啊，说这我听讲有镜头迄叫工业会有，诶，工业会有，还是咱无食着呢？要怎食？工业会有一只大马家，会当脱屑，会当脱臭。啊了，这边的性质就变成洗洁剂对吧？哦，啊，你这里啊，做工业废油嘛，会当脱屑，啊，嘛会当脱臭，啊，若甲人烹了，就变成变食用油了，啊，足恐怖啦！啊，问题出伫对，中华民国政府无爱管，为啥无爱管？因为鼎新集团，吼、哦，魏应冲、马英九讲，他是我的门神，啊，这句话唔知啥物意思，我唔知啦，应该是叫财神啦。啊！伊当然是台湾人赚遮济钱啊！啊，甲遮个钱，赚遮个钱，遮乌心钱啊，转来互因，哦，转来互因嘛吼、哦。啊，安尼是毋是伊个门神？哦，讲到遮，我叫你看。啊，你看伊即个有做无？犯了遮个种族谋杀有做无？你看最近嘛，讲看无啥物做啊，敢犯偌济钱，犯了煞。啊，伊是安怎？因咱是台湾人，啊，四死都有，毋是病毒啊，吼、哦，因毋是安尼讲啦，四死因遮就诶。即个平民呐、啊，哦，啊，毋是无死烧，或者死食啦。我捌来甲你讲吼，我曾经伫想啦吼，像咱咧说牙膏，迄款拢石油个物件，迄拢无好物件，牙膏，哎，有人喙较老，拢袂堪伊啦。啊，我怀疑啊吼，这是我甲你讲个吼，我怀疑你到那个黑人牙膏的董事长家里，你可能看不到一袋黑人牙膏，伊无咧用黑啦。那要说起个用天然的啊，那是用迄化学的物件，哎，啊，迄拢是因的一个迄个啦吼。你知影咱个牙膏内面讲佛，什么叫佛？哎、欸，叫佛对不？说得个水足白吼。啊，若要甲讲较白，就是讲迄种来会甲你会当洗什么洗替身体什么遐，所以说水气足白，啊，伊真来。啊，真来物件，咱的水气是啥？咱的水气是这个做。骨质，啊骨质吼拢有香，啊你若甲洗久吼，就甲伊整，啊整整咧出去就会酸，迄个这边红心剂啦，大家总知啊，所以这拢是乌心的啦，哦这拢乌心的，哦 OK， 来，所以咱台湾的危机，咱的人民的危机，咱无国际观，咱唔知，我们搞不清楚我们是什么，咱也搞不清楚咱的国家到底是什么，啊听讲到中华民国，啊中华民国伫全世界都无咧承认，啊咱要安怎，啊嘛唔知，问大家人拢唔知。哦，啊，毋过啊，无啊，咱即个台湾民主吼，啊，即摆吼有伫讲即个国际法啊，即个来，大家来参加来参与吼，啊，大家我都对政治无兴趣，所以咱拢总咩啊，已成为一个没有国际观、没有国家价值观、没有共同愿景，咱对咱未来拢无前途。你毋捌想讲，阮爱过我个囝仔孙孙后壁踮台湾会做任何，你毋敢想，吼、哦，毋敢想，因为伊目前来看吼。实在是做偌的吼，对国家没有使命感，对国家没有一个历史。我这样讲一个例，互恁感觉，咱都有咱的子孙嘛。如果我来甲你讲，咱这个少年人吼，啊，咱的子孙拢是咱的宝贝，都是我的宝贝。以国家的角度来讲，都是我的宝贝，我们一定要照顾我们的这个年轻人，包括我们的小孩子，我们要让我们的小孩子。接受咱国家的怎么样？以及整个的这个计划，啊，计划，让你去，你有啥物？你有法度去申请，你会当提出你的计划。你的计划只要经过审核，感觉你这计划会使，国家来替你栽培，拢全部免钱，让你为国考啊，哦，到国中到这个啊大学到博士，甚至到研究所，甚至出国研究，拢总免费。我只讲伊，毋是咱哦，啊，咱拢免钱，咱就别有放心，毋是。咱的囡仔，咱的囡仔接受讲，国家会当免费甲咱栽培，伊就袂阁逐工都安尼，都赖手机。赖手机，迄小游戏尔，我要爱是大游戏，对无？我要爱是全世界会当甲认同的，自然有迄个使命感，对国家有迄个啥？迄个荣誉感。迄个新主人哦，愿意拍拼，都袂阁去遐耍遐成群结党，迄无趣味嘛。要趣味，就爱选较国际性、较大个，
吼，啊，迄个时就是因为咱的政府愿意甲咱栽培，所以咱的囡仔就有希望，咱的爸母也希望，咱对这个国家有信心，咱就会当团结。我们的使命感，我们的愿景，有无？啊，侪拢出来，哦，对不对？哦，就是这样。所以咱目前就是拢无，所以咱即个人叫有魂无体。哎，你那五魔体啊！所以国光你讲啦，讲啦，国光讲住在鬼岛，阿不是住在鬼岛，因为大家拢五魂无体啊，对吧？啊，在这里整个环境就很破坏，差不多啊，哦，破坏差不多啊，啊，经济也拢无好，所以鬼岛嘛，伊讲多好俩，哦，所以他这样讲，这是换一方面甲咱提醒啦，吼，啊，一方面差不多啦，哦，哎。这拢是这个危机哈，拢危机哈，来，咱已经拢叫教我去啊，我到啦哈，因为七十年啦，看你外老啦，哦，除非有这个像咱这台民政府安尼重新把历史给你讲一遍，哦，啊，无家己的生活文化，哦，没有自己的语言跟文字，我好讲嘛，因为咱真正是平埔语，啊，咱啊用一直用汉用这个河洛话，永远咱伫研究到尾就去研究德国文化。因为河洛话是来自中国嘛，佮尾我就是研究中国文化，所以咱尾啊，咱会叫叫怎么样，叫嫁接，叫转嫁，吼、哦、转嫁。因为无形中你会去研究中国人的文化，因为你敢若捌中国字，啊，你一定看捌你的字，所以去研究迄、那个伊的历史嘛。啊，研究历史了的时候，若无人甲你讲，迄根本甲咱无关系，你就把伊当作是咱家己的国家嘛。所以永远就是叫接去，叫转接。叫接去人家起来，那个对啦，吼、哦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自己的语言跟文字，吼、哦，啊，这语言资料这吼、哦，这就是因咱过去拢用骗的，咱也唔知影啦，吼、哦。但是即摆咱经过科学吼，迄、哦那个马杰医院的林玛丽啊博士，伊都我都研究讲，你的血液内底有几趴是台湾的原住民，有几趴是啊外国人，哦，这人家会当去会有机会，我嘛想去研究看下咧，吼、哦。哦，也他都话要讲这啊，这是怎开始时代哈、哦？哇，那居住环境啦，这生活饮食啦，这囡仔足可怜的。我会记得二三十年前，迄当阵吼，都会饮料啊，迄当阵那个垃圾饮料都出来先三十年前。啊，迄当阵我看人迄、那个，迄、那个做，迄妈妈都带着小孩子，啊，拢去个超市啊，一夹拢夹几箱的饮料。较早迄什么饮料，什么饮料的，即摆为什么较无人来夹？伊大家嘛开始有迄个危机意识啊！啊，迄个时阵为啥物你政府会当纵容这种垃圾食品来毒害咱的子孙？为什么？因为你无咧管嘛，你无咧真正疼惜这个土地面顶的居民嘛。你的意思是讲啊，把这居民可以慢慢啊逐渐消灭嘛，就没有以后的台湾人嘛？啊，伊就听我永远踮遮，安尼就对。所以伊就有一个魔力伫咧啦吼。毒品泛滥，即摆听讲从国小啊拢吸毒的足济啦，即拢看法拢唔知变哪好啦吼。为人家到不破老路，好人遭殃，即拢是安尼啦。不破老路，大家拢有这个观念啦吼，拢这个经验，所以红单拢时常叫人开，哎，我为着吼，你要拼生活吼，啊车拢开较紧啦，啊拢伊拢来设计吼，迄四十，啊即摆五十就开啊，啊拢伫迄大条路，迄大条路啊你设计迄款啊做时速五十都唔对的，但是咱小可开就超过去啊。哦，我拢叫我开足侪张单，就是拢为着赶快赚钱，啊，咱就拍拼嘛，哎。好、哦、啊，所以咱来了解吼，咱的转机啦吼、哦。为什么你要了解国际化？咱即马转机来了吼、哦，台湾民政府啊，经过咱秘书长啊带领大家，咱的这个国际化，我们看到美国即将成功哦，所以秘书长也不断的讲，我们即将执政，因为法律你无可能，法律这是文字，啊，对的无可能来看拢唔对嘛。如果今日美国呐违反这个国际法的原则，美国呐看咱台湾民政府输，我讲的，这个国家嘛有咩无好去？因嘛无一个，咱讲无一个讲忠心呐，无一个公平正义啊。啊，你无公平正义，你后边免来去打击什么国际恐怖组织，哦对无？后边就无法度啊。所以我们非常有信心是这样的吼。这几天大家有去听到咱的最近两条的吼，伫遮爱注意的，这叫 declaration 吼，这就是宣言，叫主张。阿妈因就喜欢讲
旧金山，哎、啊，不是，伊爱讲伊开罗宣言，宣言，宣言，宣言就是无法律，哦，无法律的这个，这个叫做迄款法律权啦，吼、哦。啊，咱要讲来讲条约，哦，所以这宣言这款拢也做无法度的咧。啊，接下来讲是美国，哦，这杜鲁门总统，啊，因为他是影响台湾啊、这个地位啊，一个非常影响啊重量级的总统，啊，所以咱只要讲。伊不断的讲，台湾的地位没有改变，伫当年没有改变，到最近2013、2014嘛，讲台湾的地位也无改变，啊无改变是到底是无改变对，无改变是啥物意思？台湾的地位无改变，哦，咱来清楚，台湾的地位无改变就是自第二战啊，哦，第二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，台湾的地位到目前还是没有改变，这是在做啥物？为啥拢无爱改变？啊，美国拢无爱处理？那大家，啊，你大家都讲你没有改变，你为什么不处理？你大家都讲台湾不是国家，中华民国也不是国家，那你为什么不来协助一下？哦，啊，原来就是呐，美国不是我跟你协助啊，啊，你无去，你无做法律程序啊，你也是控告他，对不？咱今就是，就是以你讲台湾地位没有改变，就希望你们台湾人有一天能够自己站起来，你也搞我告嘛，对不？啊无，你物件退你我家，我都无迄无迄必要来转，家己主动讲某某人来我这物件用，你好无？够有人安尼？因为我当年是以战争华，甲你占领啊，啊占领，要行会使哦，国际有规定啊，占领不得怎么样？啊，移转祖先对吧？吼，即两讲都上过吼，啊，不能移转祖先，就是即块土地袂当变做我的，啊袂当变做我的，就是总有一天要行去嘛。啊，我行去，你来甲讨无？哎，啊你甲讨用水都有效无？无效，用啥物？白纸黑字去美国甲告，啊，所以咱即马咱做有信心，必须做有信心，就是因为咱甲告，啊，结果因即马就是开始知影，伫咱二零一六年甲告，二零一六年哦，啊，伊之前是咪讲，讲台湾的地位未定，就是希望咱台湾人去拿套，啊，伊过去拢无人告，所以拢强调因的法律吼，因的法律是法律管法律，啊，你若无甲告的时阵，法律就强调睡着，嘿，睡着了。无人甲告嘛，伊就袂紧动啊！啊，你怎样甲告的时阵，因为有人爱去执行这个法嘛。啊，我来执行法律的时候，哦，有人告啊！哎，咱来爱精神啊！人已经要来讨案咧，哦，啊，咱来开始做一寡准备的工作配合。所以美国是咧配合咱来甲这个台湾的地面啊讨论转来，吼、哦。那么美国它是怎么配合？你看嘛，2002年开始控告他，2008年伊就伊个控八年，伊就。宣告要重返亚洲，重返亚太，伊有空八年，咱若过了的第一年外，伊就开始宣告吼。2008年4月20号，诶，自由时报的头版，伊就讲美国即将重返亚太。啊，伊讲啥？伊讲啊，这个在美国呢，因为啊做这个 AIT 的民间组织吼，在 AIT 门口啊，有美军底下保护，武装连连。美军、美国的国家啊，派美军来保护伊的民间组织，这拢无道理嘛。迄其实咱是共，咱无甲看清楚，迄毋是，也是就是要来重返亚太。结果伊迄阵阵来就是讲，要来迄个咱即摆的内湖金湖路无100号，即摆去的，就是2008年讲的啦。咱有做无？有做。啊，咱呢？咱今仔有去无？怎办？咱甲要40个，啊，一个话。啊！美国急到要害，我美国比咱较急。哇！想要甲政权换，你安尼较紧嘞。啊！但是咱台湾讲，嗯，啊，上着都拢同款，对无？啊！想要看到有效，哦，大家拢在怀疑，啊，敢是真嘞？啊！中国美国敢有可能同意？啊！啊！你美国要同意，啊，叫我敢要同意？拢变来去，啊，拢一挂只，这叫做诡辩呐。这讲的拢无一个法律，无一个。咱要讲这国际，要讲国家，一定要以法律。一字一句话拢爱清清楚楚，袂使用人用掰的啦，哦，用掰的，哦，啊，即下媒体伊叫言论自由，拢用掰，哦，媒体，哎，我即直接咧解释咯，因自伫咧日本战败以后，啊，伊所讲的话，吼、哦，来，互恁大家看来，即、這个杜鲁门吼，啊，即、這个借贷问题吼。啊，给美国驻联合国代表，哦，一下配合伊哈，奥斯汀这人哦，伊讲美国行动
李英介表示不审查他这个岛屿，哦，底下的习尊领导人讲，未来的身份地位啊，一个政治解决哈，过来，直到国际行动，这个国际行动哦，有啊，日本啊，甲美国啊，南海，这个叫国际行动。所以基本上是你解决这个问题的时阵，所以直到有国际行动来决定他的未来，哦，他的身份地位呢，底下的时阵，1950年是袂当固定落来，哦，袂当固定落来，哎，伊所袂当固定落来是无属于中华民国的啦，啊，1945年才移交，哦，这是一个，这个、在台日军的相关部吼，蒋介石吼带伊接受吼，这是一个过渡性质的尔，唔是来。台湾不是伊占去啊，咱都一直是认为讲是伊占去啊，不是吼，迄是一个过渡性质尔吼。啊，国民党伊就，但是迄个就讲台湾国防，这是伫骗人诶，吼骗人诶。其实就是一个过渡性质的接管尔吼。台湾在法律上呢，被占领的敌国领土，因而吼，这不免做兵啦吼。伫这是国际法，哈国际法啊，但是又甲咱征兵无？有嘛？有。哦，来1946年10月12日，哦，这个下令改国籍。另外，英国彼当时就讲签了同意，但是为什么要有讲话？这个国际利益啦，嗯啊，国际法无规定美英国的讲话，伊无国际法规定的，所以免讲不要紧无。